原标题战斗英雄多厉害，75人两战只剩19人，两个班伏敌450人。华野曾经出了不少的战斗英雄，比如池浩田、周文江等人，多数人只知池浩田后来成为了上将，但对解放军的战斗英雄到底有多厉害并不知道。今天说说战斗英雄周文江。周文江是解放军一位有名的战斗英雄，立下战功无数，威震华野。他有多厉害就只说一仗，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拉开了序幕，华野一纵26团把肃清姚安东北角张口战之敌的任务交给了五连，周文江时任五连指导员。此时五连在济南战役后没来得及补充，只有75人，连长是位老连长，是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，打仗有一套。周文江当兵时他就是排长，但这一次他没把敌人放在眼里，有了轻敌情绪，战前没认真准备，结果发起进攻后，他带领70几个人称一路纵队冲了上去，接近敌陆战时遭到密集火力射击，全连一下伤亡了30多人，一名排长和两名班长牺牲。团长知道后把连长和周文江叫去训了一顿，第一仗就打这么糟糕，有没有大局观念，好好去总结。正在他们总结时，营部下令五连到右边一村庄去休整，五连称一路纵队行进，刚接近村子时又遭到敌人伏击，连长双腿被打断，牺牲6人，8人受伤。部队在抢救连长和伤员时又牺牲2人，本来只有75人的全连只剩下19人了。随后部队在防空洞里休整，周文江难过的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，但是就是不甘心。随后他将剩下的19个人编为2个班，晚上跑到师参谋长戴克林面前请求任务，说老团长，您知道我们是不该落后的，请给我们艰巨的攻城任务。没想到戴克林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，给五连的任务是从东门首先进攻，打巷战，杀出一条血路，去接应北大门的部队。这一次周文江在战前做了认真的准备，战斗打响后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，19人就把300多米长的街道打通了，并且打到了6团的最前面。五连19人越战越勇，一直打到镇中心偏北的一个大院子附近，他们抓了几个俘虏，一审问得知里面有敌186师，一个团部和一个步兵营，如何歼敌，用武力解决。周文江只有2个班，打不好又要吃亏，于是他一边组织部队佯攻，一边开展火线喊话，蒋军官兵们，你们被包围了，过不了运河，出不了姚湾，等死不如求生，放下武器投降。解放军优待俘虏，敌人火力很猛，没有人答话。周文江想个人喊话可能听不到，于是让2人放开嗓子一起喊，喊了几遍后一个敌兵答话了，你们别开枪了，我们也不打了。双方派代表谈判，枪声停止了，双方谈判。喊话前周文江没想过，为了不让敌人知道五连只有2个班，他决定深入虎穴到敌人内部去谈判。战士们担心地说，指导员不能进去，叫敌人出来谈。不行，敌人一出来我们就露馅了。2个班长提出由他们去谈判，他还是觉得不行，怕他们把握不了大局，还是决定自己进去，交代他们在外面注意动静，自己与通信员小高装好冲锋枪子弹，大摇大摆的进门走进去了。周文江和小高提着枪对着还在打枪的敌兵扫了一梭子，然后说，我看你们还有谁敢打枪，你们长官呢？没有人答话，也没人准备对付他们。周文江到操场一看，不远处一个国民党大官由20多人护卫着，他走过来说，你们哪个负责？周文江说，负责人在外面，
我只负责谈判，你们愿意缴枪，我可以保证你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。这是一个国民党的副团长，他看了看周文江，从口袋里拿出两根金条和一块手表想递过来。周文江说，你留着自己用，我们不接受敌军礼物，只要你们放下枪，一切都好说。敌军中议论纷纷，有的说人家金条都不要，投降算了。周文江当机立断，对敌副团长说，吹哨集合部队，停止打枪。这个副团长很挺配合，说哨声听不见，我叫号兵吹集合号，炮声一响，枪声全停了下来。周文江一看，哇，这么多人如何处置呢？于是下令按照班排连站好队，营以上军官站在前面，将武器放在地上。敌团副指挥部队照做了，还让周文江给他们讲话。为了拖延时间，周文江从当前形势讲到俘虏政策，见外面还没动静，后续部队还未到，又叫他们到外面操场上成三路纵队集合，由敌团副长带到大操场上去。结果敌人一报数，连周文江本人都吓了一跳，450多人。他叫通信员小高告诉两班长，用一个班在外面警戒，另外一个班布置在周围，用几挺机枪对着他们，防止发生骚乱。然后他又给他们讲话，展开心理攻势，说兄弟们，我知道你们都是穷人出身，不愿替老蒋卖命，愿意当兵的欢迎加入解放军，想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。从此时此刻开始，你们就不是蒋家军了。敌副团长一听，马上给周文江敬了一个军礼，说长官，今天我见识了共产党的光明磊落，以前我跟着老蒋祸害过老百姓，今后我要听从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领导。接着他问道，你们部队呢？都进城了？他一看上当了，但也没办法了，因为周文江的枪已经顶着他的脑袋了。这一次战斗，周文江带着两个班俘虏敌军450多人，其中营以上军官7人，缴获可以装备两个营的武器。五连终于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，战后不少俘虏参加了解放军，转身参加淮海战役，成为了周文江的部下。不少人后来也和周文江一样立下了战功，返回搜狐查看。更多责任编辑。